外跑。几只？几只？好。啊，这就本来分好的是几只。哦，这不会。分好的是。你得去。说本来徐厝分校吗？那为什么要搬啊？为什么要搬？啊，迄阵吼，我是甲建议讲吼，即地人都要卖吼，哦，即地怎啊？啊，对啊，即地人要卖吼，啊，怎啊？甲买一部分起来吼，啊，来去足好势。嘿。啊，伊都唔啊，即款经营，我唔则讲正惨，讲。对啊。哦，啊，边只警察嘛足骨力的吼，一直有警察才经过，警察嘛足骨力的吼。哎，那安尼，我无看过增加警察有这这骨力的呢。嗯，伊讲警察常常咧巡啊，对啊，我拄仔出来已经看到几啊台警察。哦，警察咯，警察足面偌巡的，因为吼，你安怎讲咧？咱这边车要讲起来，交通复杂啦。是安尼。交通复杂，啊，你看像起工厂吼，即拢外面来起的。是。即拢是工厂，拢外面来起啊！即啊，像即个吼，即是迄款叫做即叫做发电厂。哦，对。是吗？发电厂。是即吼，迄种叫做太阳能。太阳能。哦。哦。弄好。是哦。它是台塑的吗？是台塑的吗？不是台塑的，即是即政府设的，政府来做的。哦。来做诶！我知影政府有一个计划啦。嗯，你说那个羊水中那个黄金廊道，下面黄金廊道的一部分，什么意思？它有一个就是西部海岸的一个计划叫黄金廊道，它就是好像是下线的地方，就是要做再利用，就是不要再让它再做那个农业，不要再做渔翁。让他做什么植物工厂，然后发电厂。像88之后，88水灾之后都是这样，羊水用电。台塑特约厂商王群起重，什么的？那边。